兴今天来到这个台中的后森林东势，带各位来看一下这个东势的特产。我们就先请各位看一下这个果园啊，这个蛮大的。那我们就请这个果园的主人好不好？詹志伟，这个曾经荣获东势十大普通青年的詹志伟，好不好？来跟各位介绍一下。好，果园。好，大家好。然后这个是刚才介绍的碰柑，就是柑橘类的。然后它每年产销的时候都是十一月的时候啦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我们再来年节的话，就是我们的茂谷。茂谷用这个白白的，这个不是喷农药，大家都会以为是喷农药，只是说它这个在季节上的时候阳光会比较大，然后晒到它面会晒伤，或是怎么样晒伤以后就会卖相比较不好的，然后就变成会喷白粉，它不会渗透在里面，它只是表面上而已。哎，之后采收下来以后，我们有个水果机以后会做一下清洗，然后分类分它的等级。所以他们两个主要的差别它是扁，它比较扁，它扁扁的，这个是扁。对对对，人家讲这个柑橘，对对，人家讲说日本橘子啊，就是这种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扁扁的，然后它这个用要切的，然后一般的话碰柑都用手拔就可以了，但是要用切的。那这样相同重量的价格大概差多少？以产地来讲，产地来讲的话，这一颗是27的啦，碰柑，27A 的，它是直径的27A 的，然后价格的话就大概35，现在目前35，现在这种的，一斤啊，对对，一斤，然后它有三种等级。茂谷有三种等级，就是一样是23、25、27和30。30一般的量就没那么多了，一般的话就送礼礼盒的话就是用 25A 的就可以了。哎，礼盒的话我们都用10斤的礼盒来销售，这样子价钱有礼盒的话23的话一斤的话是40，25的话，所以比这个柑橘大概一斤要贵个5到10块。对对对，这个价钱会比较高啊。一般年节大概一月份、二月份，我们就有一些百货公司啊，然后会订购啊，订购礼盒。那个礼盒外面也有橘子的那个样本，然后所以就人家讲说大吉大利这样子啊。一般的话就会都会买25的啦，25就一盒500块这样子。如果人家有需要，有需要的话，我们有宅配的服务这样子，然后亲自。亲自配送也可以，但是限于台中地区。或是各位可以透过狐狸菜园，我们会帮你订购这个所谓的这个茂谷，最新的茂谷。如果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价钱啊，或是这个级数啊，那会公布在我们这个频道上面。那各位如果想要的话，就可以直接透过我们来下订也是可以。基本上大台中地区我们都直接外送。或是各位要到秦子阿嬷的店买，看到时候有没有货，有我们就可以提供给各位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所以我们又学了一些知识了，就是碰柑，也就是柑橘，跟这个叫什么茂谷之间的差别是什么，包括价格等等，大小等等，不过基本上不管橘子或茂谷啦，应该是都不错吃啦，风味不太一样而已。各位看一下，这是一般的27号最高等级的碰柑嘛，对对对，那各位看一下这一颗是什么？酸橘。酸橘。有人做茶，有人来做茶。做茶。味道像普洱茶。是把它干燥过。对对对对对。晒脱水干燥过。对。晒那个茶叶。各位如果有兴趣也许可以试看看。很酸。其实这个。当那个供佛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这可以放很久嘛。就是这个，因为这个皮相对比较厚，水分比较不容易散失。对啊，薄糖就放2颗啊，对啊。对，那这个这样大概可以摘了吗？还是怎样？这个还到一样，到年节的时候。到年节。对对对。所以这个大概还要多久？这个这一下个月就可以了。这个下个月。这已经吃好了。已经是可以采摘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它如果绿色采摘放久了，会不会变这个颜色？会，一样会变。也是一样。对。自己会熟化。嗯。
有机会再来采一个两。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品种了，这个叫海狸。很久了的。哎，这个我们也是种植很久，现在量比较少了啦，几乎都是接过了，接都冒谷了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可能就是自己吃的啦，哎呀。然后这个一样是要用剥皮的方式吃，海狸跟桶柑很像啦，它的口感跟桶柑很像，只是说它有籽，桶柑是没有籽的，无籽的，对。好，就这些品种了。这是东势这边种的高丽菜，这是在一个山坡上种的，充分的利用这个空地哦，地尽其力的。还有这个白菜长得都很漂亮哦，没什么虫害，所以这个看起来高山种的高丽菜品质看起来不错。在一两个月之后再来看会比较好。不过这个就是田园生活，好不好？因为将来不只有菜园生活，田园生活也是蛮不错的。种种橘子啦、桶柑啦，对不对？高丽菜啦，这个小白菜，再养个一只桶柑，对不对？陪伴你，这样就很，你的人生就很有趣了。